大湾区自住投资边度好，找自家兄弟帮手啦。无论是市场热话热卖靓盘独家折扣，我哋都第一时间通知你。自家大湾区 VIP 睇楼安排，专车接送为你服务。快啲嚟我哋展销厅了解一下啦！追求美好生活，湾区首选自家兄弟。大家好，首先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咧，我哋认为咧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啊！就是、原来我哋最近嘅一啲关于可能喺湾区呢边啊一啲生活资讯嘅影片咧，其实都能够咧系喺当中揾到一啲咧对于喺内地置业有兴趣嘅人士啊！系因为最近有客人咧上嚟我哋公司，咁亦都咧系表示本身咧就系睇开我哋一啲生活资讯嘅频道等等啦，同时间咧亦都喺不久嘅将来希望喺内地呢边置业，所以亦都咧同步会留意到咧我哋一啲关于内地楼或者一啲地区的生活资讯嘅，咁当中亦都有一啲客人咧，其实系对一个生活嘅品质有要求。再直白啲讲咧，系对呢一个内地嘅居住、度假又好啦，退休嘅一个养老嘅生活都好啦，其实系希望咧喺景观方面咧系能够享有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啊！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啦，喺近呢20年左右，一啲屋苑咧，佢布局一系就围圈啦，一系就 U 字型，又或者咧 L 型等等啦，呢一啲嘅设计嘅。其实呢一类型嘅布局咧，喺香港好多屋苑咧，大家都会见到啦。咁当然咧，最开扬嘅一字排开，譬如话好似将军澳嘅维景湾畔咁样啦。咁呢一类型咧，就最受到一啲市场上面嘅业主欢迎嘅，因为大致上咧景观都系靓啊嘛。假若佢前方系冇其他嘅屋苑嘅话，咁但系通常啲大屋苑咧，可能都会系一个 U 字型嘅设计，又或者咧系圆氹朵啊。咁所以令到咧，部分嘅來源咧就會比較暗一啲，咁其實香港就好多類型嘅屋苑咧都係呢個佈局噶啦。喺內地嚟講，個圓圈會大些少啦，個來源嚟講亦都咧採光會比較理想啲嘅。嗱，今次咧我哋再帶大家翻到嚟中山三鄉呢一邊咧，就係想睇呢個進景峰嘅最新情況，因為頭先提到對生活有要求、對景觀有要求嘅客户咧，其實睇咗好多嘅影片之後都發現進景峰呢個環境咧係非常之舒適嘅。佢自己嘅內園，第一夠曬開陽之餘咧，望到嘅別墅景、水景等等係非常之靚。而望翻後方嗰邊嘅一個高爾夫球練習場，加埋有一個湖景等等，亦都令人咧係心曠神怡啊！嗱，現時呢一個項目咧已經有加推咗嘅產品啦。我哋今次咧就交俾我哋嘅主持帶大家入去了解一下現時呢個項目嘅最新情況啊！大家好，今日我哋足腳步再次到翻咗中山三鄉嘅進景峰嘅，咁目前進景峰咧佢賣緊咧就34棟啦，咁而家咧有啲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單位咧可以提供到俾大家選擇，咁當然啦，之前開賣咗30同31棟咧，亦都有部分餘貨咧係喺度發售當中嘅，特別係咧呢個30棟嘅03單位嚇，80平或者2房嘅，咁佢咧係而家係可以做得到咧就非常之低嘅首期就可以入手噶啦，而其他户型單位包括其他座數咧就冇做低首期嘅，係正常咁發售當中，個價錢嘅話咧高層咧就大概係13-14咁上下，非常之靚嘅一個一線高爾夫湖景同埋別墅同埋我哋嘅山景嘅 ，OK， 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先去銷售中心了解翻下目前在售嘅進度究竟係如何先。趁住呢個開咗關嘅日子，你又會唔會上灣區呢一邊睇靚樓呢？自家兄弟提供 VIP 睇樓安排，未諗到想喺邊度睇樓同買樓，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一樣可以揾我哋，仲會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睇下係咪切合你嘅需要。跟自家兄弟喺灣區置業，仲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快啲嚟我哋展銷廳了解一下啦！追求美好生活，灣區首選自家兄弟。我哋依家喺呢個位置嘅售樓部呢個位置，咁我哋上個屋苑咧，依家買緊嘅話咧就係30座同埋31座同埋34座呢3座嘅。咁30座同埋31座嘅話咧，其實就剩翻幾套嘅啫。我哋依家最主要就係34座新加推嘅，30座係現樓，同埋31座係現樓，呢個年底就去收樓噶啦。16樓以下嘅話就過年過開年就收樓，2018收樓。咁依家我哋公司搞緊活動嘅話咧，就係30座嘅03單位，80平方嘅，30000定金就可以拎包入住噶啦，送埋前屋家私家電喺呢個位置嘅就 OK。咁依家買緊嘅話咧，仲有一個就係89平方同埋91平方嘅3房一個洗手間嘅，同埋31座嘅2梯4房，108平方同埋126平方。仲有一個89平方，都喺度賣緊個高樓層咯，低
低樓層已經全部買曬㗎啦，基本上。啊，呢個價錢點啊？呢兩個？價格嘅話咧，零三單位係我哋做嘅聖誕嘅專題活動嘅，11,000係單價。嗯，呢度嘅話咧，基本上均價就13,000、14,000個均價。啊，呢邊嘅話咧，基本34座嘅話咧，就係12,500起嘅單價，去到15,000個最高單價。個户型分布咧？户型分布嘅話咧，呢個就同31座係一樣嘅。兩梯四火，另一單位嘅話咧係108平方嘅，三房兩廳兩衛，南北對流嘅。另二單位嘅話係89平方，三房一個洗手間嘅。零三單位咧都係我哋主打明星格局，101平方。三房兩廳兩衛嘅，景觀咧就比較開揚，180度嘅景觀嚟嘅。零四單位咧就係我哋買緊嘅126平方，四房兩廳兩衛，前後南北對流，7米嘅大露台。別墅方面點？別墅嘅話咧，其實就剩翻幾套嘅別墅，即係兩三套左右嘅別墅，咁就係雙拼嘅，397平方，無批680萬起。Okay. 全部資料喺嗰度。依家我哋喺34棟嘅示範單位，咁睇呢只咧係108平，南北對流嘅户型，先過嚟了解一下先。這個咧門同埋我哋嘅智能鎖都係教授標準啦。咁門同鎖嘅後面咧就會有我哋一個玄關鞋櫃嘅。呢個鞋櫃咧其實都夠深噶啦，即係啲鞋咧唔需要斜住擺，都能夠咧入得到位嚇。OK， 咁再經過呢個位咧嚟翻嚟裏面咧就係我哋餐客廳嘅。餐客廳咧，佢就做咗個南北對流嘅設計啦。咁咧就唔係即係雙露台，不過另外一個細露台咧係喺廚房嗰度，就唔係我哋傳統嗰種咧係喺餐廳嗰度嘅個露台。OK， 我哋先嚟睇一睇呢邊先。咁客廳就係大家肉眼所見到嘅呢一個教授標準啦。冷氣方面咧就要自己後期去做翻啦。咁啊出翻嚟呢一度就我哋嘅主露台，主露台咧係可以望翻住咧我哋下邊呢一個高爾夫球景。湖景同埋遠處嘅別墅景加埋山景嘅呢一個景觀咧，真係非常非常之正。OK， 咁翻嚟裏面啦，翻嚟裏面經過咗我哋客廳，咁呢邊係餐廳啦。餐廳呢一個位咧，其實都非常之開揚嘅。望翻住咧，我哋呢個三鄉嘅城市景觀，同埋遠處嘅一個五桂山嘅山景嘅。OK， 再喺隔離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廚房依家肉眼所見到呢啲都係教授標準啦，雪櫃咧就要坐落喺呢一個位嘅 ，OK。咁我哋咧頭先有介紹到咧，廚房隔離咧係有個細嘅生活露台嘅，我哋出嚟睇一睇。細嘅生活露台咧就喺呢一度。依家呢個露台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啊。企翻嚟裏面，再埋嚟裏面望一望啦。嚟呢邊。是時候看一看我們的房間了。先看到呢會是我們一個公用衛生間先的公用衛生間，用眼所見到這些呢全部都是教授標準，寫一個風格呢類似一個酒店風這樣的設計。再在我們的這個衛生間旁邊呢，這裡最好有一間客房，而這間客房呢它拿來做一個米5床呢，可能就只能夠放一個床頭櫃和放一個衣櫃了。所以在空間上面就要視乎大家怎樣去利用了。而這間房間望出去是我們三鄉的一個城市景觀，遠望都可以望到山景。好，再看看對面，對面這間房間跟我們剛才主露台所望到的那個景觀是一樣的，簡直是一流。每天早上在這個窗口這樣望出去好像望著一幅畫一樣，大家留意看。 OK， 好，last 就去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喺呢边啊，主人房咁啊，呢度咧将来我哋自己可以做翻 L 型嘅一个衣柜啦，咁变成可以将我哋嘅卫生间同埋我哋嘅休息区，就将佢有个衣柜可以将佢挡开咗。挡开咗之后咧，呢个位即使摆张6尺大床都仲系有足够嘅位嘅。而呢一度咧，同我哋主露台嘅景观咧系一模一样噶啦，望翻出去。OK， 好，最后就到我哋陶瓷，呢个就陶瓷位啦。
字字正正，規規矩矩。呢只咧就係108平南北對流嘅三房。睇一隻101方嘅，咁呢個係樹廳嘅户型，埋嚟睇睇先。見到鏡頭嘅右手邊咧，首先映入眼簾係我哋嘅一個入場櫃先啦。咁呢一隻入場鞋櫃啊，再鏡頭左邊咧就係我哋嘅門同埋智能鎖嘅。OK， 嚟翻嚟內籠啦，呢只咧係樹廳嘅設計，肉眼所見到嘅就係硬裝嘅膠收標準啦。要做軟裝咧，就後期需要我哋自己咧去做翻。OK， 呢個就餐廳。其實餐廳咧，如果擺我哋一張樹台啊。擺張樹台呢度咧，其實擺六人嘅一個餐凳咧都係冇問題嘅，所以呢個廳其實都係足夠闊身嘅。OK， 咁再睇隔離啦，隔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廚房呢個趟門啊，大家留意翻，佢地面咧係冇軌道嘅，咁所以佢係做咗上軌道的一個設計。咁我哋咧就唔會擔心話地面嘅軌道咧會鋪塵啦。嚇，嚟翻嚟裡面啦，咁啊呢個 L 型嘅廚房啦，肉眼所見到嘅，包括廚櫃同埋三件套嘅電器都會係教授標準啊！再喺隔離啦，呢度咧有個細嘅生活露台，我哋嘅洗衣機同埋我哋嘅呢一個熱水爐就坐落喺呢一個方位嘅。好，咁啊係時候咧再去我哋嘅客廳望一望，同埋呢個角度望翻過嚟啦，呢個就是我哋嘅客廳啦。啊，客廳行翻出嚟咧就係我哋四線嘅湯門，出到嚟呢一邊就係我哋嘅一個無敵嘅景觀啦。大家留意翻，從左到右，呢只户型咧真係非常之開揚。下邊啊，望埋個泳池啊、園景啊 ，OK。翻嚟裡面，咁啊，再嚟睇一睇我哋呢邊，呢度我哋嘅一個衛生間啦，公共衛生間。公共衛生間出邊個窗口啊？企缸出邊嘅窗口啊？係對住我哋頭先嗰個。廚房個細露台嘅 ，OK， 隔離就係我哋一間房間，呢度咧可以攞嚟咧做一間細房嘅，啊，呢間房間咧同埋對面嗰個碧桂園個屋苑嘅樓間距都非常之闊，而且咧係可以望到下邊嘅碧桂園嗰個園區啊，咁所以咧係唔需要擔心佢話會唔會啊採光好差咁樣。好，最後咧我哋過嚟呢一邊。睇下呢間房，呢間係一間客房嚟嘅。啊，呢度咧望翻出去咧，亦都可以望住哇呢一個景觀，同我哋主露台一樣。OK， 好，最後咧就去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呢度帶咗有個陶瓷啊，大家先睇一睇呢個陶瓷先，裡面咧都係用到科林啦等等嘅一個非常之靚仔嘅膠收標準啦。最後就是休息區呢一度，休息區嘅話咧，我哋要貼牆做個衣櫃啦。咁啊，呢一邊咧就呢個玻璃面啊，大大咁增加翻我哋整個采光啊，呢個景觀視野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OK， 大家留意一下。OK， 好嗱，呢一隻咧就係我哋樹廳嘅户型啦。亦都好坦白同大家講啊，最近我哋自家兄弟呢一邊遇到嘅客人啦，咁可能佢要睇幾個樓盤作比較噶嘛。咁如果客人去到呢個進景峰，都會俾呢一度嘅環境咧深深咁吸引住。所以咧，最近我哋關於呢個樓盤嘅成交咧，都係特別多嘅。咁若然你睇完我哋嘅影片，都覺得呢一度嘅環境相當之舒適，價錢咧亦都係相對合理嘅，亦都想去到現場呢一邊咧睇一睇真實嘅情況嘅話咧，歡迎你聯絡我哋啊！今集嘅内容咧嚟到呢度先啦，有咩意见发表，欢迎留言讲讲。最后咧，我哋都会俾大家睇翻现时项目里边一个最舒适嘅社区，亦都可以叫做一个园林嘅环境嚟完结条影片嘅。
大家好，我哋自家兄弟为咗配合通关后业务发展上嘅需要，已经喺旺角弥敦道567号银座广场增设咗我哋嘅物业展销中心。前往嘅方法相当简单，你只需要喺油麻地站嘅 A 1出口转翻过嚟弥敦道呢一边，向太子方向行过去，约一分钟嘅时间你就已经可以嚟到银座广场啦。又或者你亦都可以选择喺旺角站 E 1出口出咗嚟之后，去翻弥敦道呢一边，向尖沙咀方向行大概4至5分钟，亦都可以直接嚟到银座广场。反正前往嘅方法相当简单，而大厦亦都唔会要求访客做额外嘅登记。我哋就喺银座广场嘅15楼1502A 室，我哋诚邀你嘅到访，了解更多关于大湾区嘅物业同埋资讯啦。有冇试过想获取楼盘资料，但系又唔想咁快联络销售人员，又或者咧系担心往后咧会有其他嘅电话促销？自家兄弟贴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户嘅需要，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楼盘嘅资料，可以上我哋自家兄弟嘅官方网站。无需登记成为会员，又或者索取阁下任何嘅个人资料，我哋都可以俾你任意浏览自家兄弟网站上面任何楼盘嘅资讯，包括不同城市各个地区不同楼盘的资料，你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面随时看到最新的资讯，楼盘单位数目、户型图以及精美相片等等应有尽有。假如你是想即场查询或者是报名我们的睇楼安排，亦都可以在我们网站右上方那里按一下，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专人沟通的了。你可以上网搜寻自家兄弟，又或者在我们影片下方已经有我们网站的连结的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click入去看看。我哋热切期待你到访我哋自家兄弟资讯丰富网站，搜寻你心水嘅靓盘啦！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